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未遂刺杀震惊世界，此事件引发了对美国特勤局安保能力的广泛质疑。同日，拜登暂停拜登所有接下来的外出活动，并将尽快撤下所有的电视竞选广告。有人说拜登心虚怕死了，老黄瓜并不这么认为。今天我们来聊聊美国的安保系统。在美国过往的四十六任总统中， 遭遇过暗杀的总统就有九位，其中四位总统被暗杀身亡，遇刺率高达百分之二十，而暗杀成功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四十四。很早的时候，美国总统保镖的任务很直白，他们只需要充当总统及其家人的贴身保卫几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便衣保镖。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总统安保系统也是必然趋势。众所周知。 美国总统是美国的权力中心，同时也是核按钮的操作者。然而，现如今美国总统的安保力量有多强大？总统身边的保镖又是什么水平呢？每年花费高达上亿美元的安保费，究竟花在了哪里？在美国总统光鲜亮丽出访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由极为严密的安保系统所构成的绝密防线。 这些安保系统错综复杂，这也就是为什么自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惨遭意外以后，整整六十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任内离世的原因。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美国总统最强的安保秘密，他的保密绝招保护了总统整整六十年。美国特勤局，美国总统的安保工作主要是由美国特勤局特工承担。 这些人不仅要有相关的法律和刑侦背景，同时还必须通过严格的体能测试和背景审查，通过率仅有千分之一。截止到二零一零年，美国特勤局用来专门保护美国总统的特工，为了全方位保护美国总统的人身安全，特勤局设立了 K 九战术小组，专门负责白宫的安全。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了全天候对白宫进行安全扫描。 使用观察瞄准设备对出入白宫的人员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逻等等，而特勤局队员随身携带的可都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T 九零冲锋枪，特殊定制的子弹会留在被击中人的体内，方便后续跟踪。如此豪华的人员配置，为的就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护卫美国总统及其家人的安全，可见美国总统地位之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白宫的情况。白宫的建筑面积仅仅五千一百平方米，在中国也就是当一个土豪的住宅面积。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栋不大的建筑，它的安保力量就达到了一万人之多，平均算下来，每平方米就有两个保镖。他们分别分布在白宫的内部和外圈。在白宫内部负责保护总统的人，都来自于特勤局。特勤局有三千二百多位正式职工。 包括了正装人员和便衣安保。正装人员装备齐全、统一制服的保镖，负责警卫、调查以及反狙击等工作。便衣安保则是更厉害的角色。这些特工看起来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他们经常在总统身边转悠，看似和普通职务差不多，实则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存在。一天时间里，他们守在总统身边的时间需要超过十八个小时。 他们还要有着出众的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在危急关头迅速洞察到危险，并就此做出解救反应。他们也被要求需要以自己的身躯誓死保护总统。比如在拜登的演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身后经常站着一位戴着黑色口罩的东方男子，他身穿黑色西服，全程神情肃穆，全程高度警惕。这个神秘男子。 是韩裔美国人赵大卫，也是唯一一个从特朗普安保团队中延续到拜登身旁的特身特工。奥巴马的贴身保镖其实是一名美国黑人橄榄球退役球员，他身材高大，有一点九六米高，且十分机敏。必要时，他也需要被奥巴马当下子弹。所以，在奥巴马的身后，我们总能看到他的小跟班。他的名字叫雷吉莱夫，你知道。 美国总统的保镖们都有哪些装备吗？他们的装备中有包括冲锋枪、速射手枪、芬兰匕首、狙击枪等特种装备，还有一些急救工具。另外，还有的就是那冷酷无情的墨镜，这玩意可不只是炫酷那么简单。没有它，战斗力估计都得蹭蹭蹭往下降。事实也是如此，有它可以抵挡住酸性物质、油漆等刺激性物体对眼睛的伤害。 能隐藏自己的视线，不容易被对方察觉。负责安保的总共有三种护卫，负责最外层的护卫都是可以实施中远距离打击的枪械，包括步枪、消音狙击枪等。他们会隐藏在百米以外，通过瞄准镜观察情况。第二层护卫，他们一般都会伪装成记者身份、平民身份等，隐藏在人群中，暗中靠近歹徒，用消音手枪。 消音冲锋枪和匕首来消灭敌人，过程很少有人能够察觉到，完美的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第三层贴身保镖，时刻跟在总统的身边，发生意外时冲过去充当人肉沙袋，一般都是以特工手枪、冲锋手枪、小型冲锋枪为主。别看他的工资好像挺高的，关键时刻为了能够保护总统，可是要把自己的命豁出去的。 培养自己出众的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只为危急关头能够为总统挡一刀。你以为美国总统只有这些保镖吗？除了特工的保护之外，还有一层的安保工作，则是由直升机和监测仪器担任。而当总统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候，比如说发表演讲时，特工们需要时刻注意听众的神情、动作和视线，一旦发现异常。 所有人将会蜂拥而上，将总统包围起来。美国总统还有一大利器，那就是总统专车。这辆固若金汤的专车名叫陆军一号，其车身长五点五米，总重接近九吨，百公里耗油四十五升，实际造价高达百万美元。作为总统专车，陆军一号的车体由硬化钢钛与钛合金和陶瓷组合而成。 车上的装甲防弹层厚达二十厘米，能有效抵御步枪子弹和火箭弹的攻击。此外，防弹轮胎用的是凯夫拉纤维材料，专车的底部也装备了防弹装甲，整个车子就宛如一台行走的坦克。美国总统每次出门，其车队阵容都让人啧舌，安保人员都会驾驶十二台一模一样的总统座驾同去，总统专车混入其中。 其他那些角色都是诱饵。另外，在公共场合，总统要自己打伞，即便下大雨也得自己打伞。保镖们需要时刻处在护卫状态。美国总统安保系统几乎是全球顶尖的。看到这里，可以发现政府对总统安全有多么的重视。每年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非常庞大。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总统遇刺就没有发生过了。 这与他强大的安保系统是分不开的。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连领导人都保护不力，就会引发信任危机，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白宫内部安装了许多安全功能，以确保总统和第一家庭的安全。我们来看看十四个惊人的白宫安全功能：红外线传感器，你看不到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会看到你。 如果偷袭者认为闯入白宫的最佳时机是在夜晚的掩护下，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整个白宫大院都装备着红外线传感器，敏感度极高，可以捕捉到极其微弱的热信号。即使是鸟儿飞向、松鼠窜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任何躲在灌木丛中的生物都会被快速发现，让他们头晕目眩。这些红外线感应器。 无是指专门针对草坪的地面，它们的激光器覆盖了整个天空，甚至地下。最重要的是，这些红外线感应激光器是肉眼完全看不出来。所以，即使你认为你可以有一些比他们聪明的方法，就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有戏剧性、有创意的做法，但是事实是，感应器的功能太强大了，他们随时会发现潜在的入侵者。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保安人员对一个未知的狱警威胁进行调查，但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只不听话的松鼠和老鼠。即使是只老鼠，也不会放过。以确定不是外国间谍行为后，才可以放心。这些激光器绝对能让安全小组很好的控制周围的安全。对无人机的防伪技术，白宫上空的空域已经有一段时间是严格的禁飞区。他们对无人机技术的兴起和普及毫无准备。 无人机技术给白宫的教训是深刻的。在二零一五年初，有一架无人机在白宫的草坪上被发现时，出乎意料的是，这架无人机在空中飞行时，由于没有热信号，在空中的无人机没有被发现。但当它落地时，所有警报器才都响了起来，在场的每一位特工都进入了战斗状态，安全小组迅速展开行动。 并在短时间内赶到现场寻找操作者。幸运的是，这并不是什么邪恶的阴谋，而是一个白宫雇员。他们只是在下班时找点乐子。但尽管员工犯的大错，还是免去了他们的责任，因为在这次事件中暴露了一个相当大的安全漏洞，及时填补了这一安全空白，亡羊补牢。所以从那时起，白宫有了自己的无人机团队，所有的无人机。 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实时为团队提供白宫大院的鸟瞰图。他们甚至可以携带攻击性的武器，地对空导弹。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华盛顿特区是一个重要的禁飞区。如果有飞机在白宫上空飞行，势必会有潜在的危险。所以最好是保持天空晴朗。注意，进的主要机场是弗吉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国际机场。 任何没有预定在那里降落的飞机，或没按照非常严格的轨迹飞行的飞机，都会得到一次相当讨厌的警告信号。这可不是棒球比赛，没有三期出局的规则。它只是一次警告。任何不遵守游戏规定的人，都会被淘汰。亡命天涯。执行这一任务的是由白宫的地对空导弹部队提供。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防御系统，而是一整套。 放在院子周围，无论飞机从哪个角度来都无所谓，因为每一个角落都有最新型的的导弹，上面有他们的型号。显然，公众并不了解确切的位置。关于高科技导弹的防御系统，在白宫屋顶上，传言已经流传了多年。当然，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有一件事我们是肯定的，因为有大量的激光系统。 能够探测到任何可能来自空中的威胁，最远可达一英里，以提前预警防空系统。食品测试员，信不信由你。现在通过投毒进行的暗杀企图，仍然是一种手段。虽然这种形式的谋杀可能被认为是低级的，但是对于他的反制措施，却和中世纪一样。总统有一些食品品尝师，他们的唯一工作是。 确保食品中没有任何不良的东西，在准备过程中没有被塞进总统的食物里。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但由于每天进入白宫的食物数量庞大，这些工作人员在检测食物的时候绝对不能大意，处处小心。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他们收到一批劣质的食品，他们将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即使让总统能够避免，防止因食物引起的不适和疾病。 这能使他们远离浴室和卫生间。如果你不相信，就看看2013年的报告吧。在报告指出，奥巴马拒绝食用白宫活动举办的晚餐，原因是他的食品检测员不在现场。即使在食材进入锅里之前，特勤局已经确保了没有人在食物上做手脚。当然，每一位白宫厨师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因此。 如果有什么不明的东西进入总统的膳食，试吃者将是第一个知道的人。第二个知道的人应该是白宫的医护人员。路障，它可能不会像无人机、导弹和隐形激光那样让人感兴趣。在白宫周围有大量的混凝土和钢铁屏障，以阻止任何不需要或有嫌疑的车辆进入。我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一点，但车辆可以被用作非常致命的武器。 如同像金属制成的撞锤，时速可在一百英里以上的速度行驶，而这并不是总统和白宫保安人员所要做的事。在白宫的保安人员都不希望他们的大门被撞破，这个院子必须得到保护，即使是最基本的威胁。因此，需要这些障碍物。车辆检查站随处可见，其中有许多是专门设计的、坚固的，足以阻止一辆车高速行驶的汽车。 我们可以把这些障碍物想象成现代的护城河，围绕这个坚固的城堡。而截止至2017年，白宫周围的人行道用障碍物被永久封闭，将行人挡在大约25米的范围之外。压力传感器某种程度上具有全天候的安全摄像机和红外线传感器是不够的，所以在白宫里到处都是精心布置的非常隐蔽的压力点。 是草坪上的草下有传感器，以提醒保安监督陌生人的到访。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给放置在整个建筑的所有楼层。你认为这只是为了让他们能迅速发现窃贼吗？这不完全正确。传感器让保安随时知道总统在哪里，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如果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追踪这些脚步声，看看总统接下来要去哪里。 行程路线图，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运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安全室的人有可能比总统还要早知道，他们会第一时间赶到总统身边。但使用和监控这些压力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白宫有六层楼高，五万五千平方英尺，容纳了数百名工作人员，每一天都有大量的人流量。但鉴于总统会议行动。 都是严格按照时间表行事的。而在自我修行和 O 二的业余爱好时，监视者都能保持一种高度警戒，使训练有素的眼睛，随时都能看到他们参观审查。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随意去参观白宫对外公开的那部分，随心所欲的直接进入白宫，那就是在做梦。虽然白宫每天大约有三万名游客，但只有少数人被允许进入。 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旅行团在等待，但要进入这些旅行团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不可能让任何人进入到这里。如果你想参观气派的白宫，不管是谁，都要做好准备，至少提前二十一天提交申请。这不仅能让保安人员准确的统计人数，而且还可以让他们对潜在的访客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这听起来很繁琐。 时间也很漫长，但这是必须要走的。需要核实你的工作地点、以前的地址、犯罪记录、团体从属关系等等，这些可能会持续数小时都不足为奇。白宫内的大部分地方都是禁区，即使是在导游的带领下，在高级警卫的监视下，白宫的一些房间对普通人来说也只能是一个秘密。虽然在美国，携带枪是合法的。 但提醒你，去白宫之前，最好把这东西锁在家里，然后再启程去白宫。防弹窗，当你从正面看白宫的时候，你很难不注意到所有的窗户。这个著名的总统之家，实际上总共有一百四十七个窗户。即使是总统，也会经常背对着窗户，在椭圆形办公室。假如你有一个犯罪的想法，似乎这一百四十七个不同的窗户。 会给你一次机会，但非常让你失望。你的想法大错特错，因为白宫的每一扇窗户都是用超厚的防弹玻璃。有人想带枪靠近白宫的几率几乎为零。但就在二零一二年，有人设法从缝隙中溜入，并试图用一支高威力的步枪从超过两千英尺的距离射穿窗户，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强化的防弹玻璃。 基本上可以毫无问题的挡住子弹。这种类型的技术对白宫来说是比较新的技术，并且是在俄克拉荷马城发生恐怖事件后的几十年内才安装的这种技术。核弹防护，希望永远不要走到这一步。但核战争的威胁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如果不是所有的超级大国都有机会获得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虽然总统的日常工作是管理国家，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了生存。所以，如果美国遭到核袭击，那该怎么办？白宫本身并不能完全抵御核弹，但有一个地下掩体。当事情发生时，为了防止误判，在这里可以评估核袭击的真实性。我们并不了解地下掩体，但我们知道地下通道是在1987年里根执政期间建造的一条地下通道。 并安装了地下电梯。早在二战时期，罗斯福也建造了一条地下通道，将他从白宫通到财政部的库房。甚至乔治·布什总统在“九幺幺”袭击后拍到了他在应急地下掩体里的照片，证实了这一真相性。在二零一零年，白宫的大部分草坪被挖掘建设，许多人猜测这是在建造一个新的高科技掩体。整个项目花了两年时间。 从那时起，白宫还没有对外公布到底在院子里建造了什么设施。科技栅栏有秘密的地下掩体和无人机、导弹等东西。您认为白宫什么都有，涵盖了一切吗？但是你又错了。虽然它可能不像前面提到的那些防范措施那么的复杂有科技感，但有时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攻击。白宫围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想想看。 这个安全围栏一直挡在你的面前，无声的面对着你。这里的围栏曾经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是没有的。白宫的场地是向所有人开放，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但在一八零一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他建造了第一个围栏，很低的，是为了美观和仪式上的装饰，而不是为了发挥屏障的功能。多年来，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其中最让人有亲切感的。 是在塔夫托总统任期内，他允许他的牲畜在前面的草坪上漫步游荡。曾经只是一个简单的屏障，现在是一个十一英尺高的钢筋和钢铁围栏，带有尖头，以防止攀爬者靠近。但这个围栏最酷的特点是隐藏了压力感应技术，时刻在提醒着安全小组。安装了这种新科技东西，让围观者只能看不能摸。警卫犬。 看门狗不仅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也是总统最好的朋友。总统的宠物在白宫游荡是很常见的，但如果看到一些忠诚的护卫犬，也不要惊讶。人类只能靠两条腿快速移动，而四条腿的朋友却能瞬间到达现场，这一点很重要。对于白宫来说，依靠像警卫犬这样简单的动物听起来有点傻，但多年来，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自一九七五年以来，特勤局一直在使用这些狗，特别是比利时牧羊犬。虽然它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犬，随时准备追捕并撕碎入侵者，但它们仍然是足够安全，可以在儿童周围活动。在开始工作之前，他们需要去他们的训练员们一起完成二十周的培训课程。他们可以一直工作到十岁。在最近几年里。 狗狗飓风和乔丹拯救了奥巴马总统。当有人设法跳过白宫的围栏时，这两只狗立即出动力，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向袭击者跑去。他们在争斗中可能吃了点亏，但他们把袭击者放倒，并把袭击者控制在那里，直到他们的训练员赶到现场。闹事者不仅被指控非法入侵，而且打打白宫警卫犬的行为。 也构成了人身攻击。空气过滤系统、有毒食品检测仪不是唯一的。美国总统为了避免病毒、传染病甚至是死亡潜在威胁，空气流通型很重要。如果要打开窗户，就会失去防弹玻璃的作用。白宫需要一个良好的空气过滤系统。这听起来很正常，但新鲜清洁的空气对环境太重要了。想想看，有多少人在白宫生活和工作？ 每天进门的游客和到访的客人，如果他们中有人得了流感或者更严重的疾病，在一个密集的环境中很容易传播，并最终传染到高层人物。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一切就都晚了。这就是为什么白宫要安装最先进的空气过滤系统的原因。它是如此重要，因为不是所有的威胁都能被看得到。屋顶安全，在白宫院内的制高点上。 可以采取更务实的防范措施。而我们知道，白宫安全部门的无人机在天空中有多只眼睛。你不能忘记屋顶上的伙伴们。白宫屋顶上遍布着装备有高威力狙击步枪的神枪手，他们日复一复的巡视现场，时刻保持警惕。他们身着黑衣，两人一组的工作。这些屋顶上的狙击手令人望而生畏。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狙击手，他们大多是前军人。这些白宫狙击手必须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每个月都有一次演习，他们必须在一千码外完美的击中目标。如果没有打中，就会被淘汰。下个月才来，因为他们要提供最好的安全保护。为了炫耀他们有多厉害，狙击手有时可以看到他们在玩耍。当太阳出来，天空晴朗的时候。 会现身出来，让你知道他们一直在监视着你。特工人员对于总统的人身安全，特勤局是美国总统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将真正的不顾一切的牺牲自己的生命。特勤局专门为保护总统及其家人而培训。总统和他们的家人从搬进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并在他的任期结束后的十年内，为他们提供保护。 就是一些你能找到最好的保护措施，因为他们不断接受培训，模拟一些复杂的事情，比如从翻越围栏的偷袭者到核弹攻击，他们实际上已经做好应对任何事情的准备，并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白宫草坪上巡逻，带着手枪、霰弹枪和突击步枪。对于每一个特勤人员，你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还有几个你看不到的人。 因为他们经常躲在外围，等待突然出现在现场。特勤局大约有七千名特工，一千三百人组成了制服部门，其余的人担任专业技术和行政执勤。当涉及到美国总统的生活时，特勤局就在每一个角落看着他们的饭菜都准备好，在医生的办公室，甚至是在浴室里。而当总统外出时， 特勤人员会确保总统离抢救中心的距离不会超过十分钟。如果有必要进行紧急输血，他们身体会携带总统的血袋。他们是总统的好朋友，也是坏人最大的敌人。现在呈现在你眼前的是在美国曼哈顿东河六号码摄影师近距离拍摄的一段美国总统拜登出行的高清视频。通过此视频，你将看到码头上的海陆空立体安保措施。 以及拜登是如何完成十秒从直升机换成专车的？画面中被警车带领的凯迪拉克就是美国总统的车队，他们将进入码头的停机坪。待会儿拉在拜登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就会在那里降落。从车的配置上看，走在最前方的是两辆完全一样的总统专属座驾，紧跟在后面的是三辆雪佛兰 SUV 护卫车。 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外观判断出它们不同的作用，比如这个车顶插着天线的雪佛兰，它就是一辆电磁干扰车，在它周围一切遥控引爆装置都将失效。而随着它的视角，我们也能看到码头上已经停放了大大小小十几辆功能性汽车，它们分工不同，但都是总统车的贴身侍卫。而在码头的周围，我们也能看到几艘快艇在飞驰。 他们可不是在码头上游玩的游客，而是负责码头周围海面安全的巡逻员。另一边，一只警卫犬已经开始上班，它正在排查码头的石头缝中是否藏着小毛贼。我们再把视线拉到码头外围的大桥上，四五辆消防等特种车辆已经排成一排，随时应对桥上以及码头内部的紧急情况。随后，一辆警车开路，后方跟着十几辆摩托车组成了摩托大队。 他们这次的任务并不是在城中巡逻，而是专门为他们的总统服务。只见他们有序的停在码头出口的道路两边，一边警戒，一边帮交警维持秩序。另外一辆警用电动三蹦子也出来了，它能任意穿梭在街头的小巷子、胡同里，让藏在犄角旮旯的小偷都无法遁形。镜头再次转到桥头，一辆拉着大黑箱子的货车正在侧方停车。 它是一辆危险品处理车，拥有处理核、生化等危险品的能力。紧接着，一辆看似普通的小型轿车出现在了镜头前。它能够在这种封锁下成功进入，想必他的身份也不简单。看副驾驶上的人打着领带、穿西装的样子，应该是极其神秘的特工。随着现场各种车辆越来越多，警车也是拉着警笛赶来维持秩序，而镜头跳的桥上。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停放的两辆救护车，从他们零零一和零零二的编号就可以看出不简单，他们是总统专属救护车。这里面的专业设备恐怕相当于一个急救室。镜头再转到码头周围的高楼上，狙击手早已经在这里架好了狙击枪，他能在这里居高临下看着码头上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尽管如此。 这还只是总统安保的冰山一角。我们再把镜头拉到海面上，可以看到写着“纽约州警察”的汽艇上站着的却是头顶夜视仪、手持全自动火器的特种兵。想必这艘警用汽艇只是被他们临时借用了。而另一边，警方的巡逻船已经漂在海上待命，在最外围还有几艘马力全开的快艇，可以看到上面有一行固定在船上的技巧。 一名船员负责在船头警戒，驾驶员则围绕着码头在海上划出一个大大的警戒圈。在这样的火力配置下，一般的小毛贼光是看了都会被吓破胆，更何况这仅仅是摄像头拍到的几个镜头。想必在其他更远的海面，一艘军舰正在观察着海面也不是不可能的。毕竟有些总统出行还要航母陪同的。此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 海陆方面的准备已经差不多。站在码头的保镖们看起来十分悠闲，插着话聊着天。有的警员拿着总统车队当背景板，站在岸边拍起了照片留念。而其身后海面上，执勤的警员满眼充满了羡慕。不过，留给他们悠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此时天空上一架空军二号飞机飞了过来。他和空军一号。 常被用于总统长途出行的交通工具。尽管这次拜登不在这架飞机上，但他的出现已经预示着总统距此已经不远了。紧接着，一架警用直升机在天空盘旋侦查，随后又出现两架黑鹰武装直升机到达了码头上空。不多时，镜头一转，两架鱼鹰 V 杠二轻转旋翼机从一栋大楼后方露头。当然。 拜登绝不可能在这架舒适度一般的直升机上。这两架直升机搭载的不过是陪拜登出访的随行人员。很快，这两架直升机就飞到了马路上方。此时，他们的螺旋桨已经扭转到直升机头顶，这也预示着他们即将降落。开过鱼鹰直升机的老司机们都知道，这种直升机操作难度极大，特别是在降落时，螺旋桨产生的强大气流。 很容易对机体造成冲击，导致出现坠机事故。不过，从这次降落可以看出，飞行员驾驶技术高超，最终他也是平稳丝滑的落在了码头停机坪上。随后，另一架直升机也安全落。直升机后方的舱盖打开，随行拜登出访的摄影师、保镖们纷纷走下直升机。可以看到，仅仅是这两架直升机上，就走出了乌泱泱的二三十号人。 随后，他们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上了大巴车。紧接着，一架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飞进了镜头内。该类型直升机就是美国总统短途出行的专属座驾。这种直升机一般有 VH- 杠三零海王和 VH- 杠六零白鹰两种机型。面中这架顶部有白色涂装的直升机，机型应该属于前者。它属于全天候单旋翼直升机。 十四座的飞机空间坐起来十分舒适，最大航程六百九十英里，预示他不能执行长途任务。但美国总统乘坐它去度假或者短途出访是十分方便的。那么拜登会在这架直升机上吗？很快，这架直升机在码头上挺稳定的打开了机舱门，门口仅仅只有一名地勤小哥警戒。看来来这架飞机上同样没有大人物。 这是拜登的一些贴身保镖和秘书，他们提前到来，也是为了更好的迎接他们的总统。正在第一架海王直升机到达十分钟后，天空中再次出现一架同样的直升机，并且这次还有由一架鱼鹰直升机护送。他来拜登正是在这架直升机上，他看起来和第一架没有任何区别。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意安排的。像这种一模一样的直升机，数量有十几架。 见着飞行员都不知道，总统会上的哪一架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和空军一号，以及凯迪拉克野兽汽车，并成为美国总统出行三大件。美国总统会根据出行路途的远近自行选择，像这次在美国内的短途出行，海军陆战队一号搭配凯迪拉克就是最优选择。很快的，在地面保镖的指挥下，这架陆战一号直升机。 头朝岸边缓慢降落，同时海上的警用巡逻船慢慢靠近警戒。看到直升机安全降落之后，刚才护航的鱼鹰直升机开始围绕码头上空盘旋警戒，而地面上的总统野兽专车则连忙倒车停在直升机舱门上。这个举动看似平平无奇，却是为了方便拜登完成十秒换乘的有效方法。汽车停稳后，飞机舱门随即打开。 一名保镖熟练地拉开车门，并为拜登做好防盗措施。随后的另一名保镖的护卫下，拜登也是成功在十秒内完成从飞机到汽车的换乘。那么，他上了汽车后就是绝对安全了吗？据了解，这种经过特殊改造过的野兽专车，外皮坚硬到可以抵抗一发 RPG 火箭弹的轰炸，像一般的子弹不可能伤它分毫。而它的四个看似很普通的车轮。 即便是全部扎破，都能保证汽车正常行驶。底盘的坚硬程度更是能扛过地雷爆炸，而其内部的空调系统经过特殊处理，拥有氧气供应系统不说，还能隔绝外界的毒气攻击。随着总统车队的离开，码头上的所有安保力量也开始陆续离场。鱼鹰直升机当然是回到最近的军事基地，两架海军陆战队一号也陆续离开。 进入待命状态，安保人员也是从早忙到晚。那么，在你看来，这美国总统出行一次的规模够不够排面呢？好了，本期故事到此结束。我是主播老黄瓜，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